我也不带与你们勾留的，你放心吧。这一把啊，美리온我就생好好打생까지好我们自己。30초 남았습니다. 你不冷吗？我切来切去的又掉了，我没切平，不是我掉了，他，哎呀，算了，不跟你说了，说了你也不明白，不明白就拉倒吧，让你一辈子都蒙在鼓里，啥也不懂。让你啥也不知道。人马！我天哪，一女神之泪出门啊！刀锋是新出装啊，女神之泪出门，兰博打野，这个兵得快点推了，一会儿炮车来了又把兵卡住了，赶紧推进去。可以，插个眼儿。等个三级啊！跟我拼！跟我拼可以，但为什么没点烟敢跟我拼？谢谢土狗老黑的超大玩星。他刚才如果是水晶瓶，不是水晶瓶，水晶瓶或者是多兰剑，我估计都能打得过我。唯独这女神之泪不好使。但为什么这兵线是往他们家推的呢？很奇怪呀，这兵线应该是往厨推的呀。我都不知道你的药瓶够不够卡这波兵线呢？卡吧。这不还是得过去吗？这有啥用呢？你继续卡呀，这兵线不挺能卡的吗？继续卡，把自己一瓶药给卡没了，我都不知道他卡这兵线干啥。哎呀，这里头有眼儿。
我也不推。我个人感觉他的经验可能是比我们高，他可能要升。他没升，这他都没升。不行，这波不能让他先升级啊！这个兵线啊，必须得我们给他，给他先杀掉。升级了，升级上啊！六了都不上。我看见人马了，没关系，再见。人马不去中了吗？感觉杀不了啊，你们这人确实是有点多哈。我说他为啥敢搭上来呢？原来是三个人。我到了，300块。没事，他不敢上，还好。为了避免这个刀锋的大招啊比我们快，所以我决定呢先不跟他打，等我们有大了再找他打去。
小刀妹让他玩的。炮车他都不收，拉倒，哎，都不收。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저기학살중입니다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简直是塔下战神呐、啊，太难了，太难了。这样吧，我们这一波啊，假装自己是去放上放放眼儿啥的，把兵线往这一控，假装在这勾引的，我把峡谷打了。我跟他玩个游戏太累了。我操，他怎么知道我来这儿呢？这游戏太难玩了，着急了，应该跟他发育的。他既然这么喜欢跟我们发育，就应该跟他一直发育。着急打优势了。太他妈怂了！哎呦我天！谢谢，长得不如一只猴。吃塔皮。곧포탑방패가사라집니다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根本见不着这人，发现没？根本就见不着这人儿。不是你打游戏，你这么急干嘛呀？那他菜，我着急杀他呀！你还能玩了不啊？我天哪！我服了！杀人是这个游戏的最终目的吗？不是游戏最终目的，但是他们家属实是人有点太多，他就无限在塔下待着，有人上来打一波，没人就在塔下一站，用 E 收兵。我天哪！那俺们家烈士，俺们家烈士肯定着急呀。嗯，烈士，你去别的先就干开呀。干开了，让人围殴了。港口，你是指刚才你打对对呀、啊，峡谷先锋那波呀、啊？那是干口吗？你好意思说那是干口吗？兰博太菜了，兰博不菜，兰博140个兵，算了，法域就法域，俺俩互刷吧。谢谢，长得不如一只猴的飞镖。玩刀跟猴人家嫌你刚才射的太敷衍了。谢谢，长得不如一只猴的大飞机啊！谢谢谢谢，我打了，没劲。
哎，我怎么上哪都有人吗？我来打个蟹来都能碰着人马。谢谢 SS1 呀。好高。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저기학살제압되었습니다我可要么找到机会了吧？操！跑过来，深呼吸，瞬间如此美好，你却如此暴躁，这个样子不好，不好，来深呼吸，确实不太好。저기전장을지배하고있습니다刀锋呀，你给玩儿的！还有传送，传送送塔去吧！别来人，我求求了！别来人，我死！打他一传送，挺好。谢谢 SSE 呀的飞机，谢谢 E 呀的飞机啊！我下不去啊 ，No TP。看你们的了，兄弟们。哎哎！妖精人呢？谢谢陶高高的飞机，谢谢陶高高的飞机啊！蓝波红温 W， 他没办法了，他没有 Q 了呀，他就只能放 W 了。这个超级死了！我杀兄弟们！漂亮！我拆个塔给你们助助兴啊！这。没事，我给拆个塔给对面助助兴。几块几呀？三块二还行。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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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育起来了。希望银马不要马不停蹄的跑着来。你说你像个犊子似的，你要干哈？这把出水银还行。这妖精儿22个，22成杀银夫吗？一会儿要秒人了。这波大龙没人看不行啊，过来查眼吧，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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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个眼来。
蓝波他大甩的。能打死不？打死全死。谢谢王大拿不住十七炫天。谢谢王大拿不住十七炫天呐。缩小上面的机会就缩小上面的机会就